其實市面上真係未必揾到一粒又有氨基酸 vitamin minerals，又有 DHA，又有 5-HTP，又有啲抗性澱粉，即係穩定血糖嗰個成分，係冇噶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Erica，又系时间咧讲下 Me Me 嘛，五月嚟紧嘅新品啦，同埋一啲优惠啦。咁 Me Me 嘛系间 Clean Beauty 嘅专门店啦，因为我哋想关顾到地球啦、环境啦、动物啦，同埋我哋自身啦。咁其实地球真系资源共享嘅，我哋一点点嘅努力咧，已经可以帮助地球维持一个健康啲嘅生态啦。咁 Me Me 嘛咧有六大承诺，一就系冇动物测试所有产品，二就系尽量系天然有机啦，第三就系不含有害嘅化学成分，第四就系承诺对人体安全啦，好多 lab test 都要做啦。咁第五就系要优质成分嘅来源啦，第六咧就系品质认证，即系工厂啦，或者佢哋对产品嘅承诺啦，全部都要系真确啦咁样。咁好啦，讲咗五月嘅全新产品先。首先就一只 supplement 就系 Pond 嘅 100% 全素植物元气丸，咁一系有60粒嘅。咁啊，平时系330蚊啦，而家做至单件9至2件以上半支啦。佢系一个全天然又全植物提取嘅，我哋叫做 multi everything， 就有晒维他命啦、矿物质啦，有啲抗性淀粉啦，即系好似纤维同埋一啲饱肚感同埋控制血糖啦，维他命 P 啦。5-HTP 啦、膳食纖維啦、九種氨基酸啦、藻類嘅 DHA 啦，總之加加埋埋咧有28種人體必需嘅營養素嘅。全植物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唔係喺個化學室啊、實驗室或者工廠嗰度就係砌出嚟咯。植物嘅好處咧就係人體係容易吸收好多嘅，咁可以維持身體嘅精力啦，同埋免疫力。元氣丸嘅意思就係話令到你更加有元氣啦，其實日文嚟嘅就 Genki 啦，即係更加精神啦，仲可以舒緩壓力啦，改善水腫，可以促進腸道血管情緒健康。我哋直接由源頭啦、藻類嗰度攞啦，而且咧係維持到DHA 啦，同埋某一啲蛋白質嘅 DHA 嘅完整性啦，可以保護視網膜啦、視覺神經啦。第二就係神經系統啦，尤其對孕婦咧同埋新生嬰兒嚟講係好緊要啦。胎兒嘅神經系統啦、認知發展啦。咁另外 Omega 3就亦都可以即係促進新陳代謝啦，減低呢啲慢性發炎嘅機會啦、心血管問題啦。其實市面上真係未必揾到一粒又有氨基酸 vitamin minerals， 又有 DHA， 又有 5-HTP， 又有啲抗性澱粉，即係穩定血糖嗰個成分係冇噶，因為佢係全植物啦。佢喺身體裏面嘅吸收度啦、利用率啦，係高過 Lab Made 嗰啲咧，係2至3倍嘅。另外 ，Here Dietis 嘅珠寶，我今日都戴咗啦，這個巴洛克珍珠鏈啦，花花嘅耳環啦，這個係最受歡迎，這個花花耳環係啦。咁佢成套 display 咧，之前就喺銅鑼灣店啦，咁都擺咗一段時間啦。咁五月咧就會移師去尖沙咀嘅 K11 專門店嘅，咁大家可以去試戴啦。佢有 Galaxy 畫星系列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啲係耳夾啦，咁都係18K 導金啦，再加咗可能月亮石啊、紫翠晶啊，跟住有 Water 嘅水滴系列，咁係耳夾嚟嘅，咁有金銀色兩款啦，咁有 wave 嘅系列啦，就係風同埋震動都係波浪式咁樣，金銀色兩款啦。咁另外就我最中意嘅 source 系列，就有白鑽石同埋黑鑽石，有耳扣唔同款啦，有頸鏈啦，有戒指啦。Akoya 珍珠系列就係用嗰個圓圓珍珠啦，跟住咧就係巴洛克珍珠系列。Me Ming Bar。